干嘛？哎哎，乱打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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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死掉了，没事，屁死屁死，我死了。我们在那个地方太久了。你也是杀手，你白痴啊！我还以为你是好人。你是杀手啊？那你是杀手吗？我也是杀手，我已经死了。另一个杀手也死了。你怎么死的？你刚刚说要给我时间，是不是要用刀砍我？对啊。你怎么不去跳下去？对不起，我迷路了。有队友在你后面，队友在你后面。我刚刚太晚拿到时间了，不然就可以早点移动走。里面好多人哦。砍啊！外面有人呢。砍啊！追他，追他，追他！包夹他，包夹他！小心不要砍到队友。包夹他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哇，砍到队友了。就是有人中人。哎、欸，砍到队友会不会致盲哦？嗯、啊，难道你觉得砍到队友不应该惩罚吗？这不行啊！哎呦，西瓜，西瓜，西瓜一打全部，西瓜一打全部。什么西瓜干什么？哦，又一个又一个，哇！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，哇！干掉两个，他拿着木剑还可以把你们都打趴，他一打三呐、啊，另一个人掉下去啦，杀手桃木剑啊，他桃木剑专克杀手，用桃木剑就可以把你们致死了，啥呀？我白痴哎、欸，一拳，你也是杀手干嘛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系统会这样判定嘛？还有这边努力的找实践，然后这边装，想说等一下就去会会你。我也在那边努力的想要骗你过来啊！你的恶魔，我这么的相信你，都还这样子，这么相信你，难过，这样子，好难过。哎呀，那你就跳下去啊！难过就跳个，不要跳。跳！这里哪里有箱？这箱子那么高啊，下面看到吗？箱子也太……哦，有有，我看到实践了。哎、欸，我开了四五个箱子，怎么都没有？要不要我给你啦？不需要啦，我开完了啦，五个箱子我都开到了啦。一个人最多开五箱，我全都开到啦。然后我还在游泳啦，爽啦！我要在我的豪宅里面游泳啦。好好哦，我也想游泳。水位会满出来。不一定啊，我会浮起来。看来你的物理学非常厉害。Under maintenance， 好吧，我看不懂。就是你是坏的。Peace, 哦，哎呦，没有人跟我抢哎、欸。这门可以开吗？我有铁剑。怎么能开啊？我有铁剑了。好。我现在要守护。守护我的泳池。哎、欸，我开满箱了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我剩下三箱全部都是剑的，这有屁用啊？有啊，很强啊。对我来说没有用啊，可是这里要怎么出去啊？跳下去。不是，没有地方可以出去，这窗户都是封上来的。你就永远一辈子在那里吧。哇，可是我们这里人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已经有人死了？你杀的。不是我，我最强是平民。喂喂喂，做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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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相信你。我能相信的只有我，还有我的刀。欸、有有。那个这里有都可以出去。那个、怪怪的、哦，他刚刚举弓哦，如果他砍人了，我就是。你就是。我就是目击证人。我觉得他怪怪的，我觉得他真的怪怪的，他的那移动怪怪的。哎呦，我这里万头钻洞啊，我完全看不见路啊。他感觉就是一个想要杀人的杀手，却一直找不到人。走这里吗？你可能真的怪怪的。哦，我看到西瓜掉下来了，他也在挥。为什么他一直爬这么高？上来没有路啊？我觉得我应该直接过去把他砍了，毕竟我是个 hero。我好像看见你了。啊、可是他没有砍人。前面的人活下了，除非他也是杀手。等下我卡，刚好卡卡的，哎、欸，他果然是，他果然是，他果然是。啊！
种时候没有办法啊，我应该要到有目击证人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一命换一命。这里要怎么过啊？这里啊，过。因为这游戏好人当然会吃亏一点，因为你要努力活，你就不能先打人。前面两，哦，他是坏人。没关系，我有成功的让一个杀手曝光了。我们平民都是比杀手还要多的。你看谁拿铁剑？嗯，那可能就怪怪的哦。好，我已经忘了杀我的人伤怎样了。我已经迷路的。嗯，对啊，很容易送，很容易那个迷路。送铁剑，那一定的啊，因为你杀手可以优先砍人，你平民不能，因为你平民要确定对方是杀手，所以你只能反制，你就会被先被打。但是重点，平民要干嘛？就是要想办法让有第三个人看到，嗯，人家就可以为你作证。好，反正我们平民一定比杀手多，只要冷静下来，获胜是很 easy 的。我觉得你们之中很可疑哦，你们要不要去一下检测房？可是我迷路了。顺着你的指南针走，我总觉得刚刚已经过了，过了，白痴哦。是吗？回去，你在走哪里？回去。会摔伤。没事啊，等一下就回血了啦。我差点就直接跳下去。这个洞可以直接跳吗？可。哦，勇色，勇色，远方勇色，这一定杀手，百分百杀手在对面。跳不下去，跳不下去，哎，这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我就谁？好，不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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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讲了，都不能听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这世界和平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在听啊，你世界和平，没事没事，完全 peace，有啊有啊有啊，你就聚在那里就好了，很 OK， 很 OK。是那个家伙吗？啊，被挡住了，射不到。没关系啊，不用射啊，很 OK，没事没事，开心开心，开心开心开心。开心，跳下去就好了，跳下去就好了。哎，这关跳下去就会死吗？不会啊。哦，原子是放在这边了。很验自己。哦，又射又射，谁要射？又有远方远方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peace 对啊 ，peace 没事，都没事啊。我是好人。你可以跳下去了，没事了，跳下去验明正身。已经验过了啦。你没有用跳下去的验明正身方式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乖啦乖啦。啊，你要跳了是不是？啊，可以跳哦。可以可以。啊，跳下去真的不会死吗？下一场游戏你会还在啊？我还是不要跳好了。跳一下嘛。啊。你可以在跳的时候射自己就可以咻过去了，真的吗？结束了。为什么他都可以活到最后，我都不行？杀手是不是有歧视？我真心觉得难过。比较帅啦，他们不舍得杀我这样。大概是砍不下去吧，看到那个脸，吓死了。这我的妈妈咪呀！哎，都抢。我这边都没有箱子。我这里桃木剑呢？我什么都没有啊！哎，有时间了。然后这里再拿个弓。给我点箱子呀！哎呀，我看到箱子。给我哎，然后再更多的箭石，哎，拿满了。哎，有时间了，有时间了。哼，你要箭石吗？我可以给你。我一组箭石啊，哪需要你啊？桃木剑。哎。啊！完了！哎呦！完了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三二一。这里很危险啊！好，我是侦探，哪里这里吗？我是侦探，干什么？哪里啊？干什么？你想干嘛？你走开！你最后离我三尺远。侦探可不会买东西啊，大家。我记得好像，
杀手可以买，侦探我不知道。右键，哎呦，你离我30人，退下，不然我砍你，退下。你是侦探欸，退下。好啦，我在找检测房啦。你可以退下。你看我真诚的双眼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我的刀会告诉我。我可以给你剑。你把十件木剑 Q 出来。啊，我身无分文了。好。Peace。这里好多。哎、欸，哇，他直接砍了。有在砍人。我不知道。中了。然后这边一直在扔木剑。这是什么神秘的入会仪式吗？我知道，我们是应该去。我吸回来。去检测房。对呀、啊。你吸回来。啊，是不能吸回来，你掉在地上啊。可以，可以。这群人的眼中啊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什么？在上面？嗯？嗯？嗯嗯嗯嗯，透过你的眼中，我只看到杀戮。哪有？嗯，检测房很多人哦，我能相信什么？怎么了？怕遇到人我就怕。检测房好，我跟这边走。在这里好可怕啊！哎、欸，哇！一直听到杀戮。哎呀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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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他。谁？一换一，一换一。哪个？哪个？抓到，抓到了！有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定了。在一拳之中砍侦探，一定死啊！哇，这边打起来了，打起来喽！开打的应该都要挂喽。那个还没死。那个骷髅果然是坏人，砍他了！别在那边举了，砍他，那个砍成那个样子。骷髅，是个骷髅吗？拿骷髅啊！对，有人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好，又有人在打，又有人在打哦。欸、小恐龙，打吗？是不是 ？Easy， 把所有的杀手带到这里来，直接抓全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Easy， 你看，果然我们刚刚之中就有杀手。那个骷髅头，他眼中怒火，然后我刚刚上来的时候转头看到小恐龙，我马上跑离他。哼，哎、欸，一拳，啊，你是不是都躺赢啊？对呀、啊，傻眼。对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。还不是我把他们都带过来，他们一直在那边装，然后到这里他们就忍不住了，忍不住动刀，然后而且他的队友就看到那个杀手动刀，就想说哇，那我也只能砍了。另一个说啊，你要砍这里这么多人，那我也砍，然后就灭了。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啊，不能乱砍啊。嗯，好啦，我们今天早点休息，大家还可以趁这时间干嘛？去买那个运彩好不好？相信的橘子兵的预测。就绝对没问题。你有看足球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好的好的，等一下去看一下可以吧？那你觉得法国跟克罗埃西亚哪一个比较厉害的感觉？你觉得哪队会赢？不要不要，你不要说，你一定会带衰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啦。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。不感谢一拳，拜拜。拜拜。感谢一拳，拜拜。拜拜。